瞧，报名的人络绎不绝，就连邻国的朋友也摩拳擦掌，等着来一元摘星梦。算一算，哇，一共有4000名来自新马的朋友报名，郭飞丽就是其中一位。我想吸取更多的经验啊，也希望在演艺这边发展。这是编号1的郭飞丽，她喜欢拉小提琴啊，虽然学琴的日子很浅，拉起来倒似模似样。永别了，亲爱的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恭喜郭飞丽，恭喜！现在恭喜两位，谢谢。